我点了一个 A5 和牛板腱牛面，是和牛孔丁呢，这边它还有附刚炙烧完切下来的，有配松露酱，会不会太高级？宜兰两天一夜的私房景点小分享，必须要放松一下。我们又来宜兰了，而且我们发现我们每次出事情之后就会来宜兰，真的讲这种话了。呸！本集呢，感谢我们的契尔斯，没错，感谢契尔斯赞助播出。那我们会在旅途中呢，分享契尔斯的新品跟我们的平常保养。我们的第一站呢，一言不合就出海。我们在来这一趟之前呢，已经下了两个礼拜的雨了。可是你看我们的天气，幸不幸运？这是我们出海的船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搭过一模一样的船型？好像是好像是那我们就不多做介绍咯。不行，还是要再介绍。我们是在不同的频道开箱的。它这个船呢，有分上下二楼，上面有水，漂亮。这边可以当宾馆，东门收入而且下面还有两间房间，还有厕所，我都知道。船长都在那边开船。对，你看，我就说这边有一间房间，是不是熟门熟路？然后这边可以看天空，可以看星空，可以看云，快出海了！哇哦，膀胱很痒海盗船，前面就是龟山岛，很近其实很近好爽有点快高潮的感觉，没有吧？海盗船那个下去那瞬间会有点小高潮的，飞鱼，你快去拍。是，有在飞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我放慢再放大。有在飞，看得到吗？镜头看起来像苍蝇。好好的飞的。到龟山岛了，好大的龟头。第一站是龟山岛的牛奶海。我们现在已经在牛奶海的牛奶这一块。那牛奶海的深层，它主要是因为海底的那个热泉夹带着二氧化碳跟硫化值，到海床水面之后呢，就变成白色的。主要会是在龟山岛的头的这一块，就是龟山岛的龟头呢会冒出白色的液体。一脸正经的讲这些无微博那边，当我们看到硫磺，这一区都是硫磺的味道，所以其实怕这个味道的人闻到这个会加倍晕船。在船上 BBQ， 老板娘，龟山岛小厨娘在帮大家下厨。前面是多少钱？这是67块。可以接口，要刷接口吗？我来这里可以吗？来这里可以，要载具吗？要载具。有点油脂。人在海上劈腿吗？下面就玩水玩得很开心，就上面这一组在狂吃，很开心最喜欢的活动呢就是吃东西。转职了。姐妹开船有看过吗？今天当下午吹风好凉然后听音乐吃烤肉。你怎么都不下水？因为我最近身材变，没有人家那个来了，那牛奶海变草莓牛奶。原来这边一个充气溜滑梯，小仙高溜下去，赶快，好酷哇！怎么样？好咸很咸，比我想象中还要高，还要快。给大家看，小鲜肉。通常还有杰夫跟 Lucas， 还是 IKEA 还是 IKEA？ IKEA， 看你的 IKEA。好，谢谢 IKEA。你现在玩动力快艇，我有吗？比女生还会叫他们现在玩一个平衡感的游戏 ，Jump 排成一条，要顺利的跑过去。是什么百战百胜的游戏吗？有啊！等一下笑什么笑？搞不好是第一个完成的。看到吗 ？Go！ 这次应该可以到第二块板子。好，可以了吗？拍。那我就湿了，我要玩水上溜滑梯。哇！好肥的青蛙我要这样直上直下，你不可以太往前。你看，你用讲的很轻松，你不要跑完。你给我讲。脚，两只脚不是要直直的吗？若隐若现的。哇！很想再把你推下去啊。辣妹，来学会几个？两个半。我要
不是说一个半就一个半。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有人给我睡成这样。没有，躺着比较不会晕，他们说的。有人真的睡死了。上岸了，我们要去饭店咯。来宜兰呢就是要来礁溪泡温泉，我们今天住的是川汤春天。必须说那时候网络上查的时候看照片觉得好像蛮俗气的，但是本人很壮观，很气派耶。然后去开箱房间，好期待泡汤哦。其实整个空间都很精致很漂亮，而且都很大，房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，哇，很 view 很好耶，很漂亮，而且是不是可以看到火车？会吵到我吗？哦，这边的设计就会比较传统高级感，贵族奢华风，连桌椅也是，好生气啊！看这电视墙，闪亮亮嘞！接一个浴缸，比想象中还大耶！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，是跟一个在宜兰的朋友的媒体，就算房间的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气质文青风格，它是属于那种传统的奢华风，但是房间我觉得很舒适，整个房间我觉得很棒。大晚上吃饭店的餐厅，它叫做想想。它这个现切的牛排跟樱桃鸭，有明治，还有西班牙冰淇淋呢。接下来我们来吃饭店附近一间很可爱的豆花店——白水豆花。它是一间很可爱的日系小铺。我们在永康街很常吃白水豆花，可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它的本店。永康街不是没了吗？它搬家，以前在永康街。新的店还没去吃，这就是这个白水豆花本人。对啊，白水豆花，我记得以前是10块，差太多了吧？我很喜欢的是他们的豆花会加这个花生颗粒跟这个香菜一大朵，就好像在吃那个宜兰冰淇淋，花生卷冰淇淋，就是在吃豆花版的花生卷冰淇淋。嗯，跟你吃是一样的味道吗？味道一样，价格。它口感很多呀，而且脆脆软软的，有粉圆豆，它就有三层口感。嗯，我一小段时间没吃的话，我觉得好像以前吃比较惊艳一点点。哎，我是觉得第一次吃蛮惊艳的。对，变贵了，蛮可惜。可是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涨价。这边很多温泉饭店，我刚刚看到一间叫做源，源是那个泉水那个源，原来如此。谢。这边有个小朋友的卡丁车赛道，哇，感觉喜宝会爱死哎，这很大一圈哎。3到8岁吗？你吃的不是奶嘴吧？我有点想玩的，它看起来很好玩的。有碗熊会得分，有耶！居然感应得到。他在干嘛啦？一个温泉地，一次丢好几颗呢？笑死我！不用这样吧，我们挑战成功。大家做任何事情都要全力以赴，知道吗？好的，好励志。这边有穿泳衣的大众，有硫磺啊等等的，空间很大哎。这个好适合全家大小跟长辈小孩来玩。这边还有那个小鱼吃脚皮的服务，这个来吃吃看。等一下，他们真的来吃了，有这么好吃吗？好奇怪的感觉哦，他们在啄我的脚，好痒，好痒啊！赶快通通来我这里，我脚皮很多，人家脚皮超厚的，他应该会噎到吧。泡完澡很爽，我必须说这一间的水龙头水很强大，而且它的浴缸很大。只要在乎洗澡这一块的，这一间的洗澡体验我觉得有90分以上。对，有那水好强，好舒服。我们刚刚冲到不行。好的，那我们来欢迎本集的斗内内企鹅士。其实跟上次差不多。对啊，基隆那一集介绍差不多，但是这一集主要多两个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 CKDA 超导全能修护精露，这个呢就是大家俗称的神力小红瓶，那我们有试用过一段时间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眼霜，那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平时的保养，已经用到空瓶的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。而且你像我们今天晒那么久的太阳，对，是不是要修护跟镇定？那你说晒后啊，或是我们泛红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会用化妆水来做一个湿敷的动作。金盏花呢，本身就有修护镇定的功用，快睡着。而且它味道很香，很舒服。
哎、欸，是不是太近了？小红瓶，我觉得它的质地非常清爽，而且味道很适合夏天。味道是草本的香，草本加一点木头的香味，我们会把它当做精华的步骤。它里面有红生根跟色罗勒，它主要也是在修护跟保湿，一推就开了，然后很好吸收。这个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，冰核桃蛋白保湿霜，一样是我们的心头好哦。它不管在冬天夏天，我觉得都很好用，它真的很好吸收，很保湿。这个真的是契尔氏里面我最爱的一个产品，金盏花植物精华洁面泡泡沐浴。我觉得味道很香，就是我们现在洗脸的时候也在洗，基本上清洁力我觉得很够，而且洗完脸就是不会太干的话的这样子。而且我们不止放在家，我们连外出都会带着用。最后一个，等一下我必须要看着你，它名字很长。超净化全能新生超级眼霜，这眼霜呢里面加了高纯度双重生态。生态是什么？生态呢就是分子比较小的蛋白质会比较好吸收。我觉得这个眼霜很好的部分是它的油脂成分很低。有些眼霜会做得很保湿，会比较油。我以前同事就真的涂到长肉牙，就是太保湿太滋润。我觉得它不会很油，很好吸收。我们的眼睛很容易产生皱纹的地方，我们就把它涂抹。它额头也可以抹吗？它的眼霜我们就先涂眼睛周围，好不好？额头怎么办？到底要怎样？到底要怎样啦？反正就是眼霜嘛。额头你再涂额头霜啦。额头霜，契尔氏有出额头霜吗？你去请契尔氏帮你做解答，抑制你眼睛周围的细纹生长。好了，我不想讲，就这样子。大家晚安。我们今天真的要早睡，因为我们明天几点要集合？6:20。因为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私房行程。我要先睡觉了，大家晚安。好的，那我们影片下面的连结呢，大家也可以去兑换冰核桃吸油凝冻，以及我们留言会抽出金兰花化妆水跟眼霜的抽奖，好吗？10ml跟眼霜3ml，抽奖抽起来，兑换起来。大家早安，怎么都是水？现在早上7点，我们来三期每进那么多次，第一次看到这边有热气球。好酷哦！我们等一下呢，要在田中央飞热气球，好酷哦！第一次哎，真的是第一次哎！到我们了，可是你不用叫，它看起来没有很高，它上去一点点就下来。它本人有点大哎，好大，好近看，好大！因为它现在风比较大，没有办法飞高。对，有高有高有高，有在变高，变高了。其实蛮凉的啦，很特别的体验，但是跟我想象中的热气球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对，我们去了好几次的斑比山丘，他们把路搬过来，这边上去可以看彩道，就彩色道图，比我们刚刚热气，对，跟刚刚热气球看到差不多。上次的景点我们要见面了，要见面了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。宜兰长好大哦，宜兰知名景点都在这里，宜兰知名景点。我们现在来到罗东文化工厂，因为有一间呢我们的爱店，它在这边开了新门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美美子是很漂亮，这一间空间很大，采光很明亮耶。这里面结合了木质植物，还有一些复古家具，风格很可爱，很明亮。等一下，他们 menu 还给我用皮革去烫，假发到很神奇，好美哦！餐厅来了，梅子，这边品项好像比较多，它有加了咸食，是陆地梅梅子，它是马铃薯蛋沙拉餐包跟海洋梅梅子，然后它这个里面是用明太子日式餐包，伯爵拿铁鲜奶油蛋糕，它的酱好厚，里面超厚一层的莱姆维醉起司蛋糕，微醉 tipsy 哦，这间空间很明亮，很舒服哎。我超喜欢它的面包，皮蛋有点焦焦的那种感觉，然后炸食口感，而且蛋沙拉蛋味非常重。明太子的明太子餐包，听到卡吱卡吱声，有这个有卡吱卡吱声。它面包表皮是酥脆的，而且我最怕明太子餐包怎么样？它中间明太子都给薄薄一层，它其实给很多，一咬下去一整口都是明太子的香味。而且湿润度很高，中间是湿润的，你可以咬到满嘴的明太子，你看它给很多哎，超脸，好爽。
我要吃，因为我很爱伯爵茶。你看上面的那层奶油很厚，非常厚，而且这一块蛋糕很湿润，然后咬得到那伯爵茶一颗一颗的那颗粒，茶香很重，其实很湿润。我要切给你吃，几乎不用怎么咀嚼，好吃对，化在嘴巴里，很滑顺，这个很好吃。先生在干嘛？那这个酱很好吃。接下来呢是在林场对面有一个布朗尼跟软饼干专卖店，它叫做万福。它整体空间很洁白，很有设计感哎。内用的话是茶跟饼干可以分开干碟，然后饼干有很多口味，茶也可以做选择。还有布朗尼哦，这是店里的招牌法式奶油软饼干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它的表皮是接近司康的感觉，可是里面很丝滑很软，嗯，然后整个奶油跟巧克力在嘴里爆开，口味跟口感都非常浓郁，因为它其实会腻，所以我觉得它配茶很刚好。对，这边布朗尼有四个口味，老板招待我们各一点点来吃吃看。我很期待这个耶，它是用宜兰的花生酥汤春卷冰淇淋里面的、花生卷冰淇淋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哎呦，好浓哦，它的味道是花生巧克力，可是带一点麦芽的香味，麦芽糖吗？然后点酥酥脆脆，布朗尼本身很湿很黏，你觉得它上面是不是可以点缀一点香菜？就可以加香菜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布朗尼还蛮好吃的，就比较起来的话，软饼干跟布朗尼，我比较喜欢它的布朗尼，因为我觉得它软饼干口感有点比较单一，就是都是湿湿软软的，你知道它卡在上颚有点难化开的感觉哦。对对对，大家记得上次我们爱到不行的牛面吗？它新的店一开，我们马上就来吃，气派到不行，好大哦，很怕别人不知道哎。风格有别于之前小小一间温馨日式，现在变成很气派的风格哎。因为他们现在生意太好了，所以他们现在是全预约制，所以大家要来吃之前一定要先打电话来定位，好吗？之前老板说有隐藏版的这个 A5 和牛板腱牛肉面，我们今天要来吃吃看，砸中。本想点牛小排，但牛小排今天卖完了。期待哦，我要吃和牛麻辣奶香牛腱心牛面，我点了一个 A5 和牛板腱牛面。和牛孔丁呢？这边它还有附刚炙烧完切下来的，有配松露酱，会不会太高级？什么脸啊？我可以偷金童的后置吗？可以。哦，放烟火，好香！我们来配松露，不行，这牛肉太嫩了。它是飞天吗？和牛牛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以后吃不到这种牛肉面怎么办？不会啊，它现在刚开幕。好的，它的和牛非常嫩，它的炙烧很香。我觉得它肉跟面要分开吃，不然有点可惜。牛油辣油加下去，酸菜加下去，红烧和牛面，怎么感觉有点冲突？好好吃哦！我们上次点就很爱它的这个麻辣奶香汤头，看它的牛腱心的牛肉多大一块。怎么办？就上次讲过啊，它就很像拉面啊，味道很浓郁。大家可以看上次影片哦。你看它的牛筋化开，吃完了，我们要准备回台北。我之后来吃，我可能还是会吃牛肉小队牛腱心，因为我喜欢大口吃肉的感觉。而且牛腱心没有切，好爽，一口吃。可是那和牛就是虽然都很好吃，但是就一下下就没了，我就觉得。好想好吃，可是很好吃啊！那我们宜兰两天一夜就结束咯，谢谢大家收看小废片。啊，最后也感谢企鹅是抖内内，赶快下方链接换起来，抽奖抽起来，记得留言哦。拜，我们回台北了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